套拍幾耐啊？記唔記得？上一套係咪同智叔啊？我唔知邊度先。我上一套可能真係同智叔㗎，好耐啦。如果電視劇嚟講，真係播咗出街嘅咧，大家睇到嘅係《跟紅頂白大三元》咯。哦，係啊。係咪因為今次拍檔係智叔，所以先至做？咁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。唔係都我哋今次有即係嘅興趣就係同啲年青人一齊啊，因為校園啊嘛，俾我感覺我自己都好似讀緊書咁啊。其實我讀書嗰陣時好中意睇校園片嘅，即係我覺得咧每一個年代都應該有校園片嘅，因為咧70年代嘅學生同80年代同90年代同2000年嘅其實都唔一樣嘅，所以如果校園片嘅劇本寫得好咧，係幾好睇嘅一種戲種嚟。咩原因吸引到你出山啊？其實最主要佢係揾我演就係青春校園片，跟住裏面演校長，咁我從來都未演過校長啦。咁頭先我講校園片係我一路都覺得係電視觀眾會中意睇嘅戲種嚟嘅，咁其實幾樣嘢夾埋一齊咯。咁後屘佢哋講咗個故事之後，我覺得佢哋幾有新意咯，同埋合作班底係一班年青人咧，咁我覺得有一種點講？衝勁啊！冇錯，創意啊！冇錯。即係要令我哋有意想不到嘅驚喜啊！係啊！亦都完全冇能力去搞佢哋啊！冇能力搞佢哋咩意思？啊，即係。咁年青，係咯，連你自己都要消化緊係嘛？所以冇事，自己都喺度組織緊。慣唔慣啊？咁耐即係都冇拍劇，一下子咁密嘅。慣，唔使捱夜嘅呢套戲，你知唔知道？因為全部學校發生嘅嘢都係白天㗎，係啊，係啊，從來都未試過咁舒服嘅，唔使捱夜。